们联席审查继续啊。针对第四十五页文化局的部分，各位有没有意见？四十五页。第四十六页也没意见，通过。四十七页没意见，通过。四十八页也没意见，通过。第四十九页没意见，第五十页没意见，好，通过。好，接下来表演艺术工作，预算金额1,496,960,000元，页次51到54页，总共有4页，从51页开始审查。针对第五十页也没意见。好，通过。第五十二页没意见。好，通过。第五十三页没意见。好，通过。第五十四页没意见。好，通过。好，接下来视觉艺术工作预算金额2,325,290,000元，页次55到59页，总共有5页，从55页开始审查。针对第55页没意见。好，通过。第56页没意见。57页没意见。58页没意见，59页没意见，通过。接下来文化资产工作预算金额1,103,075,000元，页次60到64页，总共有5页，从60页开始审查。针对第60页也没意见，好，通过。第60页没意见，好，通过。62页也没意见，好，通过。63页也没意见。好，通过。64也没意见。好，通过。接下来文创影视工作预算金额8,665,000，页次65到68页，总共有4页，从65页开始审查。好，针对第65页也没意见。好，通过。66页没意见。好，通过。67也没意见。好，通过。68页也没意见。好，通过。好，以上是文化局局本部。接下来我们审查艺文设施管理中心预算，请各位翻到08-02-18页，08-02-18页。艺文设施管理中心第一笔预算一般行政管理预算金额7,986,300元，页次18到23页，总共有6页，从18页开始审查。针对第18页没意见，好，通过。第19页没意见。好，通过。第20页也没意见。好，通过。第21页也没意见。好，通过。22页也没意见。好，通过。23页也没意见。好，通过。好，接下来推广工作预算金额3,893,400元，页次24到26页，总共有3页，从24页开始审查。好，针对24页也没意见。好，通过。第25页也没意见。好，通过。第26页也没意见。好，通过。好，以上是艺文设施管理中心预算。接下来我们审查市立图书馆的预算。市立图书馆，请各位翻到08-03-17页，08-03-17页。市立图书馆第一笔预算一般行政管理预算金额3,6342,100元，页次17到24页，总共有8页，从17页开始审查。针对第17页没意见。好，通过。第18页也没意见。现在第18页已经通过了，现在第十八页通过了，08-03-18了，第18页也没意见，好，通过。第49页也没意见，好，通过。第20页也没意见，好，通过。第21页也没意见，好，通过。第22页也没意见，好，通过。第23页也没意见。好，通过。第24页没意见。好，通过。苏翠玲，你是要讲第几页？针对第几页？嗯？现在已经是24页了。好，那个朱主任，超过了，过了。好，接下来图书馆工作预算金额1,8176,000元，页次25到28页，总共有4页，从25页开始审查。好，针对第25页也没意见。
好，通过。第二十六页有没有意见？苏翠玲议员，请发言。这个最后一项啊，那个办理桃园中兆镇文学奖哈、啊，这个部分可不可以先搁置啊？我们希望能够提供一些资料，因为好像客家事务局也有啊，你们这也有，那到底是哪一边在办理啊？我们觉得好像很奇怪，而且那个其实客家的真正我们在看啊，客家的大佬里头啊，或者是在客家文学当中啊，有很重要贡献的，其实还有很多人。对，那我就为什么只有一个中兆镇，对不对？那其实私底下也有人在讲啊，说其实这个比他更具有这个在文学地位上更重要的客家耆老还是有很多的，所以我们是不是这笔预算先搁置啊？然后请你把你过去办的这些，然后有哪些活动啊，然后提供，然后顺便提供一下，哎，客家事务局办了哪些，对不对？因为好像两边都在办，那到底是怎么办的，好不好？啊，好，我先处理那个搁置案哈。那个苏翠玲议员，针对第0251委办费350万这一笔，主张搁置，有没有人附议？有没有人反对？好，那个蔡焕议员。那个，因为头跟尾都没有听到我们文化局的说法讲法，完全都没有听到就搁置了。各自的莫名其妙，我们请文化局哈、哦、这边说明一下好不好？我们那个钟老师钟兆镇文学奖，哎，好不好？好，谢谢、欸、谢谢玉座给我这个说明。那个客家事务局是做相关的一个展览跟那个，那我们是办文学奖，那我们这个文学奖不限客家人，当然客家籍的这个文学家有很有地位，像李乔，可是他们都不是桃园人。那钟兆镇是属于桃园人，所以我们只是用钟兆镇文学奖用他的名义，但是我们的文学是有包含了儿童文学、小说、散文跟这个还有什么新诗，对，说这个是对全广泛征文，而不是限于客家。那客家事务局没有在办钟兆镇文学奖，也就是说用钟兆镇老师的名义代表桃园，对，来办一个代表桃园性的一个文学创作的一个文学奖就对了，对，对不对？并不是说只单就他一个人，不是这样子。那客家事务局办的活动跟我们不一样，他办的是什么？他有在里面把这个客文馆里头有钟兆镇跟邓宇贤呢，比较代表客家的相关的一个文物展览。嗯。那我想请教你啊，如果请你准备这些资料，你有问题吗？所办的那个内容跟资料可以，我们可以所有的资料都可以提供给各位议员。好了，那就谢谢你了哈。OK， 好，谢谢。好，好，针对那个我们苏议员所提的委办费350万搁置，有没有附议？附议，好，通过，搁置通过。针对第26页还有没有意见？好，通过。37页有没有意见？好，通过。27页，28页有没有意见？苏翠玲议员。这个我们我向来我都对于这个图书啊是非常的支持啊，尤其是儿童文学的各方面啊。那但是我看到你这边这一笔350万办理这个巡回图书啊阅读推广活动啊，那我不知道你这个办理的方式是怎么样啊？你就是、这个、我们有在各大你就是每次用一台车子去到每个社区去活动的那种吗？请问议员是哪一笔350万？你说容许我这边来帮你做解释。28巡回，因为我们有四大概我们今年又有一个公司捐了2部，我们大概总共有5部的巡回图书车哈，会到一个各地，譬如像工厂的下班的时间，或是比较偏乡的，像中立大仑地区它没有图书馆的地方啊，我就是把车子或是到公园，譬如像新住民的会聚集在公园，我们去提供他方便借阅，他可以在那个巡回图书车马上借马上还。就是隔几天，它有定点跟定时。不是你每一个巡回车你放的放的时间有多长？你是当天、欸那個、你都是当天往返嘛？对，我们请图书馆。对啊，那你当天往返的话，那你那个借书怎么借啊？谢谢您做指教哈，我现在这边做个说明，这笔费用主要是用在两个部分哦，就刚刚陈如局长讲的运费的部分，就我们现在有5台行动巡回车，
那这行动巡回车呢，各个社区或者各个相关企业或者幼儿园都可以提出申请，我们会预先在一个月前就排定一些行程。那今年又有一个企业又捐赠了两台车，所以现在有五部车。那这部有一些费用是用在这个地方。那另外一个叫通借通还，就是说我在凭证分管借的书，我可以从大溪还书。所以这通借通还有些运费的问题，就在这边这个费用里面支出，大概就这两笔费用以上。通借通还。对，通借通还。你说大溪借的书可以在凭证还？对对对对对。啊，其实基本上这种可能性也不大啊。没有，我们现在包括新北市、台北市也好。只要是六都的有稍具规模的，都是进行这样的方式。不是你图书馆通借通还当然是 OK， 我是说巡回这个车子哎。巡回车子是另外就是说我们有排点，刚刚跟易做报告，我们有排点。对嘛？我现在刚刚问的意思就是说，图书馆通借通还，那当然这已经是一个 common sense， common 这个很平常的一个做法了嘛。我现在讲的是你巡回车，你开到这个点，那刚刚讲了嘛，你一定是开到那种比较需要的偏乡的地方。那你开去，我们知道的通常都是去一天，然后当天又走了嘛。那你问题是，那小朋友借书呢，也就是在那个时间点可以看喽。小朋友借书呢，他可以有一段借书的时间，那下次我们再去的时候他可以还。哦，所以你们的那个借书的时间，问题是你多久排去一次呢？那就我们排那个固定的期程。如果你需要这方面资料，我可以提供给你。我们这几个月。对，我现在要知道就是说，第一个，你如果让他你当天去就走了，那其实小朋友他的消化速度没有那么快嘛。对不对？然后或许他也只有那个时间点，一个小时，不用马上哦，两个小时他看，那所以不用还，对，不用马上还，不用马上还是多久还？你多久你的巡回车也可以巡回？我们就按照我们一般市民的借书时间，就14天再还就可以。这好，针对第28页还没意见。好，蔡欢议员。好，谢谢哈。那个，其实刚那个巡回图书这个哈，我上次到大勇国小去，刚好有遇到。我发现哦，这小孩子哦，那个反应非常热烈。谢谢。那很多的老师哦，也趁着车子有来这一堂课，他把全班的那个小朋友带过来。一起在那借书，在那看书，为什么？充满了新鲜感，而且呢，每个人都有一张什么卡？市民卡。市民卡，所以鼓励孩子使用这个市民卡来借书，训练他们说哦，原来借书还书用市民卡就可以了，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活动了哈。那其实我不知道说，我们刚听局长讲说，我们目前局里面有五部是吗？对对，有不同的路线，五部每天都会出门。等于说每个机关团体乃至于说学校都可以来做申请的，对的。对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而且里面的图书哈，我认为应该要这五部车哈，每一部的图书都应该是不一样的，对对，应该是不一样嘛哈。是，所以说这个我非常支持这个计划，好不好？谢谢啊，谢谢。好，谢谢。针对第28页还没意见。苏翠玲，苏议员。对不起啊，就针对这个奖励跟慰问啊，你这个300万的中兆镇文学奖学金啊，奖金啊，跟你前面这个中兆镇文学奖是怎么样？是有相关联了吗？啊，没有。就是你得到这个中兆镇文学奖，所以你就颁奖金给他吗？是这样子，我们中兆镇文学奖它是一系列的课程跟活动。好，我们会到各个地方去办，甚至有跟各个高中去办各种讲座，那是这350万的。那这300万纯粹是奖金，那奖金要怎么？就得到的奖金，比如说我们四大类嘛，第一名都是25万嘛。那今年特别又多了一点。那你这个比赛得到的作品呢？我们还会集结成册出版。你们去年有吗？有有。你去年有集结成册？有有。有，我们都没看到。我们都会有寄邀请函，请那个易作来参加我们的颁奖典礼。今年那您是帮他出版吗？不是，就在委办费里面就有出版。对，委办费里面有出版。委办费。所以也就是说，你们是一系列比赛，办比赛，对不对？文学奖办比赛，然后比赛以后呢，你再帮他们办出版，然后出版然后再给奖金，是这样子吗？奖金的部分不包括在委办费，就是易作刚刚提到的。对，奖金是这一笔。奖金另外就是这一笔。对，那奖金是给得奖的。
那大概目前有四个奖项，一个是短篇小说、报道文学、新诗跟童话。那短篇小说第一名跟报道文学第一名都是25万，那新诗跟童话是12万。那还有这个第二名、第三名跟佳作。嗯。那明年的部分呢，增加一个长篇的文学小说。哦，那编列100万。嗯。这个费用大概是这样，跟你做报告。嗯。我是一直觉得啊、其实应该要兼顾一些平衡啦，你知道吗？对不对？其实我刚刚讲的客家文学其实非常有名的是钟理和也很有名嘛，对不对？吴浊水也很有名嘛，对不对？在文学上的成就都非常好嘛。啊，那因为一直有人在我们包括我们在这个 FB 看到一直有民众在 FB 上写啊，说你花了多少100万啊，办这个生日啊。其实这样我不知道你们那个钱是从哪里来的、啊。不好意思，我们没有办生日不是我们办的。我们只办文学奖。生日不知道哪个单位办，我们没有办生日。哦，所以生日的钱不是从这里出的。不是，我们没有办。哎，这个误解了，要不然说明一下。哦、所以就有人一直在觉得说，对啊，你这个钱到底怎么用的？人家很怀疑啊。没有，这个意思、我跟你报告，这个钟兆镇老师呢，在那个钟老师是非常，他是台湾文学之母，那我们是用他的，而且他是一个非常内敛自持，这个是非常让人敬佩的一个长者啦。只是我说，所以我才说，正因为是这样子哦、喔，我觉得你们在动用这笔预算啊、喔，或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不要陷人于罪，你知道吗？不会，你反而会，你用的不好，你反而让他背那个黑锅哦、喔，我觉得也不好啊、喔。那但是呢，好，那个针对第28页，其他议员没意见。徐群万议员。啊，谢谢主席啊。那请馆长，你在这个0417，啊，编列这500万啊，这是桃园市立图书馆补助社区购置图书计划、社区小成品计划，这你的使用，包括你的这个补助计划是什么补助法？那我跟议座报告，社区小成品计划就是目前我们桃园市有大概登记有案有5000多个社区管理委员会，那有些社区管理委员会它有很好健全的社区管理的机制，也包括有些阅读空间哦。那这样的阅读空间，我们希望图书馆能够由设定一个计划，由他们来提出申请。那这个申请大概最高的补助金额不超过10万块。那10万块的目的都是购书，由他们社区去决定他们要买什么书，那我们从旁来辅导。是不管社区发展协会也好，还是社区管理委员会也好，我们大概有2个条件哦。第一个就是人民团体，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他要有阅读的空间，可以放书的空间，不能够放在单独个人的空间。当然啦，当然是指公众出入的，是公众可以阅读的地方嘛哈。是。现在有一些社区比较大型的社区，他有他的活动中心，哦，他的阅读的地方。像这样，大家都可以提出申请。是。那你这是不是可以针对我们，啊，桃园市这也是一个我们社会福利啊，那是不是要广为宣传？是。可以让社区可以更加了解。是。包括社区发展协会可以了解到。我们一概来通知。不要说你这个编列这个预算，那到最后是一些特定对象在使用的。不会。我们来宣导。要广为宣传，好不好？好，谢谢议座。好，谢谢，我们是那个刘胜全刘议员。嗨，大家好。哎，主席好啊，来，那个馆长是，请问一下哈，因为已经到28页了，是，那我要问一下关于图书馆哦，你今年总共多编列了9200多万，是，那其中在业务费多编列了2600多万，是，那建筑设备费的部分2900多万，是，那针对业务费的部分哦，你评估你给2600万，还有建筑设备多了2900多万，这两部分哦。统一跟议员说明一下，好不好？谢谢刘议座，也谢谢各位议员的支持哦。那桃园市立图书馆哦，算是一个新生的，也改制升格不到2年了。那我们目前就整个图书馆的建制哦，分硬体跟软体，就硬体的部分，包括总馆的新建，包括龙潭分馆，包括中立自强分馆，还有陆续包括我们旧有的空间，像是芦竹的芦竹分馆，我们需要能够往儿童文学馆去规划。
还有大园图书分馆，还有明年在大溪有一个康庄分馆也要成立哦。还陆续有很多。你刚刚讲的有一部分是今年的经费、哦，是都在这个费用里面。有部分是105年的预算哦。我现在是针对106年的预算。对，你针对106年的预算。这个就编在这106年的预算哈、哦。那第二个部分在软体，就是说刚刚有议员也在关心中昭镇文学奖的部分，我们多了100万的就是长篇小说的部分。那其他的就包括有些业务费，是因为我们有些行动巡回车，还有一些运作机制也扩大增加了，所以我们必要相对的一些业务费的编制。它最多是购书经费哦，因为我们在六都的购书的比例上面，过去的费用稍显少了一点，也谢谢易座跟我们市府大力的支持，所以我们明年编了5000万，希望在整个阅读购书的部分能够增加经费，大概以上是这样子。那个谢谢馆长哦，那在这边我要求说，你要把人事费，300多万，那就用书面哦跟我报告一下。那刚刚业务费增加2600多万，然后设备投资的部分增加将近3000万的部分。然后表列给我个人资料。好，谢谢易座，谢谢，谢谢你。好，谢谢。针对第28页还没意见。方刚祥欢迎。谢谢主席哈。我想哈，预算的部分我是没有意见，只不过对中昭镇文学奖这个部分哈，我忝为这个客家的一份子哈。很感谢苏翠玲议员在有这个信里面还有疑问的状况之下，愿意不提出搁置案。可是我想中昭镇中老对我们来讲事实上是有特殊的意义的。就我个人而言，我从小就读他的书长大，那么他本身在台湾文学的发展上他是重要的推手，他本身他的著作也非常丰富。那么另外就桃园来讲，我们需要一个突出的文学形象来去调节我们桃园以前过往因为工业发展过于迅速在文化上的欠缺，我们认为这样的形象应该是集中的，我们认为这样的形象应该是要持续的。所以一个文学奖的设立对我们这种曾经有志于文学的人来讲是一个莫大的鼓励，我们一直希望政府机关能够有很正面的这个作为。那么另外在客家的所谓的这个作者之中，其实我们钟礼和我们也是很佩服他的，不过钟礼和就我所知道他是在美浓，那么吴浊流或者李乔应该是在新竹跟苗栗，所以他并不是我们桃园这边的人物。以我们桃园这边的客家人物在整个文学推动的幅度上，在整个文学的成就上，我想应该是毫无疑问啊，钟老是可以当之无愧。那么我很高兴认识钟老，那么我觉得这一个文学奖的设立其实意义重大，对桃园来讲也是这个样子。我相信应该不会说在客家界，在桃园的客家界会有所谓的这个杂音存在，我想借这个机会特别来做一个说明啊，谢谢。好，谢谢。针对第28页还没意见？没有，好，通过。好，以上是市立图书馆的预算。接下来我们审查大溪木艺生态博物馆预算，请各位翻到08-04-11页，08-04-11页，大溪木艺生态博物馆第一笔预算一般行政行政管理预算金额53,360,000元，页次11-16页。总共有6页，从11页开始审查。好，针对第10页有没有意见？没有，好，通过。第12页有没有意见？好，通过。第13页有没有意见？好，通过。第14页有没有意见？好，通过。第16页有没有意见？好，通过。好，接下来文教工作预算金额64,813,000元，页次17-20页，总共有4页，从17页开始审查。针对第17页有没有意见？黄信平欢迎。那第17啊，直接通过。针对第18页有没有意见？黄信平欢迎。主席，我请教一下那个，谢谢主席啊，局长，那个你最下面倒数第二项那个博物馆典藏研究计划630万元哈，可不可以说明一下，这个是大溪这个木艺博物馆它目前的状况用途？好，我们请那个馆长把那个详细的一个工作嗯，谢谢易座。那那个主要我们是要针对博物馆的典藏研究策略来做研究和建制，尤其我们是有公有馆典藏和现地典藏两套系统，那这也是台湾比较独特的一个经验，因为大溪强调是跟居民共同经营，是吴围墙博物馆，所以现地典藏系统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那另外还有就是长明文化的调查的部分，就是大溪的一些长明文化的调查，还有一些就是博物馆的一些耆老的记录和
纪实的记录和影像的记录这个部分。你这个典藏研究家会包括你现在这个木艺馆博物馆里面的一些现有的收藏品的典藏的这个，比如说重估它的一个市值，或者它的一个做它的一个清册，做一个整个保做它的一个这个保护吗？做一个维护之类的吗？还有一些木艺职人、啊、包含在有包含我刚刚讲的这些部分吗？最主要是公有馆的典藏系统现在才在启动中，就是我们也才在建立我们要典藏的标准和机制，正在建制当中，然后也会针对我们每一档展览都会有一些典藏的一些物件我们都会去建立清册和保存。那这边好，馆长，谢谢馆长啊。这边我就想请教局长，你们现在文化局不是上次之前我咨询过说你们地下室不是都有那个家具博物馆，你们现在跟那个这个还在吗？家具博物馆的东西？那个中国家具博物馆在我们文化局的地下室。对。那这个部分有没有跟那个大溪的这个木艺博物馆合并？有，他们现在策展的很多都是从这边借过去的，也有。那它的保存呢？保存我们每年有编一些经费哈，在做保存的经费。可是像你们文化局的地下室，它的那个是恒温恒湿吗？它的潮湿度，它的这个是适合保存这些？所以我们都要做那个恒温恒湿的控制，还有那个每年。所以你们现在文化局地下室有做吗？是可以的吗？有在做那个。它那个环境是好的吗？文化科有在做，也有在做展示。还是说也有恒温恒湿，还是说移到那个大溪的木艺博物馆去做一个就好了？因为大溪目前的展馆还是比较有限哈，那包括这个典藏的部分，我们还有一个部分是很那个就是。那没关系，你那个典藏的部分有没有办法包含那个？还是家具博物馆你是另外去做这个研究清册的这个典藏的这个维护？有啊，维护不没有变，维护我们在文化科里面就有一笔这个中国家具博物馆的维护经费了。好，对。那本席是建议说你这个。过去你们文化局曾经有这个百大典藏嘛？你们我是希望你们做一个整理的一些记录，还有一个更新或者重估它的市值，能够有的话再提供给我们议会，好不好？好，好，没问题，谢谢。好，谢谢。针对第十八页还没意见？没有，好，通过。第十九页也没意见。刘胜贤刘议员。那不了解问一下哈，第十九页的部分。台科破这一等哈，帝君文化哈，文化节大概每年的农历6月24号，那你这边总共编了350万是要做何使用啊？你说那个大溪文艺季的啥？没有啊，你帝君文化节啊，你只要有帝君文化，你编350万啊，那跟大溪木艺博物馆有什么关系？那个镇头的补助。350万是那个社头的社头。我不是反对这个补助，我只是觉得说这种补助怎么编在大溪木泰生木艺生态博物馆，预算为什么放这边？请局长说明一下。我不是讲反对啊，我是说为什么把普济堂、关帝圣君圣诞、农历6月24号这种文化资产、这种无形文化资产的部分，为什么会编你家，不编你的文化局分局？这个是由大溪木艺博物馆来主办的啊。啊，这个活动是由大溪木艺。没有，我之前参加过两次，都看不到大溪木，都知道是文化局主办了，我不知道是大溪。大溪它是我们的二级机关啊，所以当然是我们去督导，我们去参与啊。但是那个承办的那个单位是由木艺博物馆在办啊。哦，所以这个活动是由博物馆办，然后另外，因为他们在地嘛。另外，你本局这边也有给另外的补助，对不对？所以不止350万，对不对？因为好像其他好像那什么表演艺术科啊，还有其他科也有给他。哪一个？就大那个啊，普济堂那个啊。普济堂。还有霞桃啊，霞桃文化、社头文化跟那个帝君文化、啊。这个都是由木艺博物馆在承办，那我们只是文化局都会去督导，跟地方开一些协调会跟座谈会哈。那详细的那个主办的那详细的内容，请那个博物馆馆长再做一下更清楚的描述。好，谢谢议座。那最主要那350万是补助在地社头，因为。关圣帝君圣诞庆典，最主要是桃园登陆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那最主要是由大溪，无形文化资产，对，它是登陆的无形文化资产的一个节庆。那最主要是由大溪34个社头，从时期到现在百年的那个传统。这个了解，这个都了解，是过程都了解。那反正这个就是由你大溪这边，好。那我请问你，今年增加了300多万的人事费哦，是增加了几个人啊？人事费。因为整个预算就人事费增加很多。你今年增加300多万的人事费用，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今年又开了四联动哈，那四联动的一个人力，最主要因为博物馆的人力是分3年才补齐的，所以明年还会有5个人力编制内的人力要增加。所以那300万是那5个人力哈，好，
谢谢你哈，那业务费也增加都300多，你要好好做哈。好，谢谢，谢谢。好，谢谢。针对第四九页还没意见。谢谢万议员。预算上是没有意见的哈，就是我现在是要提要请问一下我们局长哈，那整个预算这已经整个要审查完毕了，那对于大园，你也是大园国小出身的，所以大园尖山遗址文化的一些资产，我看到你这个里面呢，真的我不知道你提在哪里。对，所以说你会后，你真的就是说对我们大园尖山遗址，包括它出土的一些这些文物资产，先一个在台北，一个在高雄，台南，台南。那两个地方你什么时候才有办法把它汇整到我们？对，我们现在已经规划好今年的那个恒山书法美术馆，我们编了8300多万哈，明年会续编2000多万，总共造价1亿多，我们会在它的地下室里头设置一个空间。那这个跟这个预算不关哦，现在跟你讲是说，针对大园尖山遗址文化的一些资产哦。我有详细的资料提供给我，包括了解，让我们大人来了解自己的自己尖山自己的地方的遗产呢。一个跑到台北已经十几年了，一个跑到台南去了，都没有人知道。不是没有人，真的是可惜啊。那个东西的保存也是需要。我们保存，但是我们要当为地方的一个是一个教育啊。好。也是我们地方有一个这个文化资产啊。对。那地方文化资产，我们自己要保留起来。对。那也要自由跟我们所有地方做一个给学生也好。给家长也好，更加了解说我们在地就是有这样一个遗产在，一个文化资产在，那我们要好好去珍惜它。对，哦，这个要自己好好的一个陈列出来。好，好，好。林正峰，林议员，请发言。还有主席主任，我一个建议啊，文化局里面编了很多其他科室的预算，你们市政府预算里面。补来补去，东补西，西补东，不同科室跳来跳去的，事情业务的那个单位不一样嘛，人力也不一样嘛，所以像明年编预算，回归各单位好不好？只要你客家事务局，你回归客家事务局啊，你不要担任责任干什么？他的业务编来这里干什么？我们是做古迹跟历史建筑的修复再利用，那是文化局的业务。他的活化再利用的计划就是跟客委会申请的，因为他那个所属的地是。你不叫客，不能叫客委去办吗？可以啊，如果他们要接，我们也很乐意把它送给他。业务分开嘛，不要你们去办客家事务局的业务，现在是业务给你们办的，搞来搞去，我们看不清楚预算啊。他现在有客家事务局的，应该给他去办。没有几档，还是你们来办啊？就是古迹跟历史建筑的修复是由文化局做，因为我们有一个文化资产科嘛，所以由文资科。他们也在做古迹的一个维护啊。他们有人有业务嘛，对不对？我们来跟他协调。不止那个局，其他局势也是这样子啊。因为我们是主管机关，因为当时客家数据是由我们这边分出去的，所以有关古迹的部分哈，历史建筑的部分都是文化部文资局在做相关的补助。刚才那个预算是客家事务局补助的一个。但是它的我们内容在文运管理的，因为它是所属客家区。所以他的那些活动设计，我是建议的，就是由客委会在。那个主计将可以吗？可以归回去吗？预算编列回去就好了。我想这样子啊，针对林议员的意见，我想这样，针对于假如说文化局跟其他相关局处的业务的分工的部分，我们再重新再 review 再检视一次。只要检视，其实编到你这边，放在文化局比较妥当，我们就编在文化局。然后编在别的局次比较妥当，我们再下年度我再做处理。他已经成立科室嘛，如果他没有成立，我就没话说，对不对？我们再做一个检讨处理，看看不要混淆不清了，你们人力也不一样啊。好，你们多于人力支持别的科室吗？我们来协调啦，来协调。你们业务那么多啊，再整个再做处理，对不对？再检讨一下。我希望归到各科室去比较好，好不好？谢谢。好，谢谢。针对第19页还没意见，没有，好，通过。以上，谢谢各位，今天辛苦了哈，我们今天联席审查到此结束，然后礼拜一的时候早上9点准时开会，谢谢，散会。